没有吧？他们在叫朱轩阳吧？不是我吧？昨天睡超好，昨天睡很好，昨天睡很好。这么细啊？我应该一两点吧，一两点。对，很开心。我马来西亚的朋友、台湾的朋友都给我去拜拜了。我想说，神界里头应该都知道陈子耀是谁了。有，都有互相彼此加油。那等一下应该也会走吧？对，所以请大家期待。加油啊！你是什么什么棒的？他穿什么都好看。他可能觉得我今天应该有特别准备吧。他已经一直在家里呈现一个，就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都呈现一个很帅的样子，感觉好像就是360度好像都有镜头在拍他。我还没有看到别人啊，但是他在我心中就是第一帅。我想不想攻击了吧？应该是我认识安东现在最时髦的一天吧。非常帅，就是跟他平常不太一样。他平常比较就是很街头感。我说街头是潮流。对对对对，第几名吗？沈国宏第二或三二吧。没有啦，没有，是他。这次我是第一次走金马的红毯，还有造型师帮我找了一个白马王子的造型，然后我觉得就很开心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主动说自己是白马王子吗？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要跟马扯上关系，是吗？是的。是不是？我是金马王子。请大家原谅他的国语真的没有很好。拍谁？就很开心啊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。就会有点害羞，就好像全台湾都看到我的屁股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i, 大家好。没有声哦，就想说轻松一点，深一点哦，可能没办法。不要讲，博宏里面比较厉害。什么部分？动机。好。我以为是我的内心。有啊，当然了，很喜欢他。对。就是可能等一下吧，因为想说第一次见就告白，有点就是怕会那个太唐突这样子。对。爱的抱抱。爱的抱抱是怎样？一个爱心，衣服有点紧，对，有点紧，还在这里就好了啦。对，因为大家都练太壮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